天上水到地了，我家里到放点水，这一片都是我家的，三亩三，里面缺水。咱们今天尝一尝来自100多米地下的水，看看是什么味道啊。趁着给水稻地放水的功夫，我们来搁点芦苇回去喂牛。来吧，今天的主道人是我父亲啊，他负责搁，我负责扛，扛的距离有200多米远，他前方那个电动车一直扛着啊，我就负责扛，看看质量好不好。